那可能被给你烂了啊！爸，袂啦，啊你遮疼伊吼，啊奈袂真个你啦。这个乖乖囡仔哪变哪呢？来哦。公阿妈，你明天再来，我你吃。无啦，当天就无闲嘞，一直来创啊，无闲嘞。不去啊！烦嘞！哎，等一下呀！哎呀，你烦嘞！沈南，不去啊！沈南，沈南怎么会这样？沈南，李青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沈南，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李青。不要这样嘛，林夕。青林，我们生来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怎么办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林夕，生来画画。画画。变得更好了，那有什么用？没有人会在意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回去了。我还以为我那个画家儿子也回来了。爸，这边真的不能住人呐、啊，没病也住出病来。爸，哥再住下去，真的会住出病来啊！但是如果现在就把盛安接回家，就换成你妈累出病来。我不怕。林青，盛安住院这段期间都是你在忙里忙外的，你要上课，你要兼顾家里，你要跟医生交差，还要常常来这里看盛安，还有爸妈那里，都是你在安抚他们。别担心你的压力呢，我每天要忙于工，我知道我能帮的忙有限，这样下去你会生病的。哥没来接我，你不是答应今天要带我回家？我不想住在这里，我好想回家，我好想你们，你可不可以快点来带我回家？这里好恐怖。答应要来接我回家的，我不想在这。我们把手续办一办，把盛安接回家好不好？一个做母亲，不能陪伴在生病的孩子旁边，对你也是一种折磨。医生说啊。治疗这种病最好的良方，就是家人的陪伴、关怀。从我们的付出，看到盛安的进步，全家人都非常欣慰。林青，你看我们盛安。对啊，你在医院的时候进步多了。走遐尼远去到澳洲读册。妈妈是穷干妹妹。妈，不用担心了，我一到那边马上打电话回来。爸妈不在身边，自己照顾自己，好。嗯。哎呦，林金啊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盛安能出国念书，这是好事嘛，对不对？原本的生病，到现在能到澳洲念书，
我们大家应该高高兴兴，要祝福他，要祝福他。你还说我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我哪有啊？沈安，好好保重自己哦。学成归国之后，一定要回来开画展。 这是你跟爸爸妈妈的约定哦。我来。 喂，澳洲的电话？什么？你说我们家生安他怎么了？他失踪了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去澳洲，谁也不认识，他们也会说我们要怎么去卧龙岗啊？ 从那帮忙，我也没问他们那么多。他们只说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去。啊！别着急，没事没事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接。喂，阿弥陀佛，杨先生吗？ 我是慈济澳洲分会的副执行长甘宇南。甘先生您好，听到您公子的消息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如果要我们帮忙的话，请您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好吗？好，我知道。有什么消息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 真的感谢甘宇南甘师兄，还有，也非常感谢谢营长谢署长大力帮忙，才能这么平安顺利的抵达澳洲。驻澳办叔叔也很关心，已经先去卧龙岗当地了解事发的状况。盛安是和一个叫做 Dan 的美国朋友去海边玩，从小到大，孩子都知道不准去海边啊，怎么会 ？Hello。 Yes, begin. What? Okay, I see. Okay, I will do it. Thank you. 刘小姐，他们说深蓝找到了，。你就是在这里画画的，对不对？你都坐在这个画架前画画，画不出来，就走来走去。 这个灯塔，就是你寄给爸妈照片里的那个灯塔吗？盛安，我的乖儿子，盛安，盛安，天堂都只是在梦境。你告诉妈妈。 我跟你爸爸现在都在做梦。